吗？可以过了。哦，美。美女，好漂亮啊。对啊，你，哇，你们，我看你们好像经常化妆的。哎呀，偶尔化一次吧。哦，你们用了我们这款产品的话，你都不用化妆了，都直接很漂亮。有那么好的吗？是啊，今天我们赶去接亲，然后这个产品我就看你们这么练的话，送给你们得了。哎呀，没有免费的午餐。哎，你放心，这个不是什么毒药，不是什么毒品的，你看。你看我老婆，你看，好舒服啊，冰冰凉凉的，你看，很爽的，好舒服，一样。那我们试一下了。对呀、啊，试一下，试一下，是不是？先试一下，等一下我送给你们啊。好。是不是很爽？什么晕呢？哎，那美女，真的有感觉晕晕的感觉是吗？嗯，是啊。哦，那就对了。那你们两姐妹家里面有人吗？没有哦，就你们两姐妹是吗？是啊。哦，那你现在身上有没有值钱的东西啊？有。哦，里面有什么？打开看一下。哦，都打开。都是钱。钱啊，打开。哦，快点拿出来。全部拿出来给我们。这么有钱，哦、这两个美女。看看还有什么？哇，银行卡，哇。啊！发财了今天。哇，手表，还有一个手表。你拿着，放你口袋。拿拿，哦，两张银行卡，密码多少？姐，密码是多少了，妹妹？3838438。哦，那行，两个，等一下刷出来，全部刷出来。好、啊。哇、哦，还有手表。哇，那个家里面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？家里还有25万。25万。25万。哇，还是复活了今天。真的，两姐妹这么有钱的，哇，金尾环啊！哎呀，这个这么麻烦，不要。等一下再拿，等一下再拿，这个要拿掉。哇，这两姐妹这么有钱。那亲爱的，等一下我们要干一票大的哦。对呀、啊，一不做二不休，一做了就要干大的。对对。哎，这个白金的。快点啊，什么有人来？哇，这个白金的。刚好我缺一个戒指，哎、送给你。快点啊！那家里面还有是吧？有25万。25万现金是吧？是啊。哦，那等一下回家的话，一定要拿全部拿给我们是吧？嗯。还有，等一下遇到熟人的话，你就说，我们是接你去喝喜酒的，知道吗？嗯。哦，你我们是你表哥啊。嗯。听到了吗？表哥。啊，要听话啊！来，现在往前走。来，出来车。哎呀，你坐你们的车，坐你的车。啊，坐我的车，上。你告诉我哪里找啊？好的，我开他的车吧。那也不用开的车，等一下人家误会了。车不要，你看着他们上车，看着他们两个。到你们家了没有啊？到了。这个就是啊。是啊。那你家？现在没多少人在家吧，还是怎么样？还真的没人在家？不知道，应该没有。那等一下你进去，动作麻利一点，声音放低一点，知道吗？不要跟家里面的人说话，有东西直接拿出来给我们就行了，明白吗？好，那进去，来，进去。哎呦，慢，动作麻利点啊！哎呀，老公，这么破的房子有没有钱呢？呀，农村四合院啊，你不知道、啊。哎，不过这么多也够今晚的小龙虾了。看看。哇！哦，快点啊！哇！哇塞，真的是两个四合来的。哎呀，这个蛋放回去。干嘛有什么？没有，走。哎，走。哎，干嘛？你们留干嘛？哎呀，有问题啊！干嘛？站住！小心！哎呀，什么事？拿那么多钱干什么？两个怎么回事？干！我明明我感觉他们能够出来拿钱了。这个戒指是谁的？我的。这不是小静的吗？看看，钱怎么在袋子里面？这有一沓钱呢、啊。哎呀，他们。我去。哇。这是我们的彩礼钱，我们刚结婚。对，我们刚结婚那个彩礼钱。哎，妹。怎么又来了？阿妹。哎呀，你们两个。他们两个。干嘛了？你们两个对他干嘛了？你们他刚喝喜酒，然后喝上头了，就迷迷糊糊了。你这边，你这边，
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所以呢都没酒气，这种现象我见过了。老公，你说错了，他们中暑了。哦，来路上刚好遇到他们，我们好心送他回来。哦，这是中暑了。你看意思说一样，根本就不是。我看他们了，收上身上有没有东西？哎，那个戒指是谁的？哎呦，迷魂水这个。哎呦，这个肯定是用这个来喷的。以前那个80年代那个什么表妹啊，她也挨过一次了。哎呀，一用点清水把它丢，去把它弄清醒了。这个上面是谁的？是不是小静的？哎呀，啊！你们两个，等一下有你们好受的，跟你们说。我的。你们这个项链哪来的？我的。还你们的？等一下再说。哎妹。哎呦。哎呀，你们干嘛呢？你们两个怎么拿钱给他？哎，怎么那么多人啊？那么多人，你们两个回家去拿钱干什么啊？我们哪有钱吗？哪里有钱？拿钱，这个箱子谁的？我们的钱。看看你的包啊！哇，我们包包是钱的。你们再多钱，你们都拿出去给人家了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们干嘛呢？你们？哦，我们刚刚在路上碰到他们开着婚车，我们就让了。不是啊，这个拿东西来喷我们。他是不是这个？啊，对，但是他让那个人喷了，他怎么没事嘞？你这种整显这种啊，一个女孩子带你搞什么？他说他肯定先有解药了，那个人。他说那个是化妆品，给我们化妆的。钱没收，来了，看看里面还拿了你们什么东西？外面还丢了什么东西？没有了，看看我手表，你们的。啊，是，这表也是。还有我的项链呢。来，这个呢？这表是不是？我的戒指是不是？哎呀，这个也是。拖出来就是我买给你的。你那个项链呢啊？哎，我的项链耳环都不见了。我这还有银行卡哦，拿了，看手机里面的钱少了没有？看看银行卡的钱取出来没有？快点查一下。这里还有项链哦，这是我的。我手机没有，这里没有弄。这银行卡这钱还在里面。哦，那就好，赶紧改密码。赶紧改密码。你们两个。什么意思？你们说啊？哎，冤枉啊！因为这些东西我帮他保管，你知道吗？保管，我们都认识你啊！我们一家人在这里，谁认识你啊？我们是他远房老表，可以说同学，我们一家人啊！而且同时从来没听说过他有你这样同学。等下先，他有没有用你手机转账啊？没有。哎，谎话连篇啊！你们知不知道这样会害了一个家庭？幸啊，我们在家里，不然的话啊，他们的嫁妆钱全部都拿给你们了。哎，叫你，哦、你都叫你这么谈，你都见好就收了。你看现在挨家了吧？我两个女儿去工作，辛辛苦苦干了十几二十年，才攒下那么的一点点钱作为嫁妆呢。到时候结婚用了，你们就想把她骗走啊？什么意思？你们什么意思？大哥，知道错了，我误会。然后我们是初犯，第一次，再也不敢搞这种了。他那个动作就是惯犯。老实说，这么几次了？第一回，对，有原谅我，东西你们也要回去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可以走了吧？对，不可以。想走啊！报警！必须送他们进去吃免费馒头。我不想吃免费馒头啊！报警！打电话报警吧！别呀，反正东西也还给你们了。有手有脚的，你们好好干活不行吗？非得干这种……喂，幺幺零吗？这里是旺旺村。想什么？这里有一对夫妇拿着那个迷魂烟还是迷魂水来迷人家。迷了我跟我妹妹，而且还把我们钱给骗了。你们快点过来！哎，都不用打了，我们上楼也上，而且我跟我老婆刚结完婚，刚生完小孩，小孩在喂奶呢。你又来这一套是不是？又在那里卖可怜？是啊。放了你们的话，等一下你们又去吓威吓其他女孩子了，其他人呢？不会的，我们知道错了。这个是证据，我们放开我们的。你们是社会毒瘤，不能够留，必须彻底铲除。哎呀，让法律来制裁他们两个。好，快！哎，警察车来了。来来来。